姐姐呢拿着两张她的满分考卷，好，要来，好，我拿着，好，她要来换这个卡片了，好，来这边的话呢可以换卡片哦，这边有写，如果你是学生，带着90分以上的段考月考考卷，就可以拿一张闪亮亮的卡片，还有这4张其中一张。OK， 姐姐，那你去换吧，你跟那个叔叔换。去啊。然后稍等一下，他们现在在忙。这个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们要换卡片。好。2张吗？对，2张。谢谢，好啊啊！姐姐，开始挑了，随机的。好，看一下是什么卡？哇，看一下哦，你抽到的是谢米哎。好，那帮我拿着考卷。姐姐，你拿卡片拍张照。卡片跟考卷。另外，下面。